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 PQRS 哈，五等分呢这个半圆啊。好，那他现在问说哈，角 AQS 这个角度等于几度呢？首先哈，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角度哈加上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我叫做角一好了，这叫角二。角一等于60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对应到半直径的圆周角，就角一啊，这个是等于90度了。那现在角二呢？角二是这个弧的什么呢？圆周角。角二哈是等于多少？这个弧是等于半圆的呢，它的这个五分之一啊，因为这是五等份嘛。哦，那半圆的圆周角哈是等于90度嘛，所以是90度呢乘以五分之一啊，所以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哈，这个就是角 AQS， 这是90度哈，乘以五分之六，这是515了哈，5840，18乘以6啊。108度了，所以是108度了，所以答案是108度。